潇潇，外面有点冷，记得一会儿多穿点哦。知道啦。今天好像开始降温了，我要准备去换件衣服，大家稍等一下哦。我的衣服就换好了，那趁现在休息时间，给大家录一个 mini vlog 吧。我今天的安排是有一个录制，听说会录制到比较晚，所以就想着带一件比较轻薄又能保暖的羽绒服去。那就是我身上这件波司登新款轻薄羽绒服，它呢是把时尚单品的卫衣和保暖的羽绒做了创新结合，既轻薄时尚又保暖在线，还解决了平时穿轻薄羽绒服不好搭配和穿着场合有限的问题。另外它里面也是暗藏满满的小心机，你看它里面的填充，这里面可都是蓬松度在700以上的品质鹅绒，我听说这会在品质和保暖性上好特别多，有种躺在云上的感觉，非常轻盈。它的面料真的是超级保暖，据说使用了创新的多层保温空气层面料，穿上之后感觉整个人直接变成了移动的热能舱，外面的寒冷完全不再怕的。还有这件卫衣样式的轻薄羽绒服穿起来还特别舒适，这种设计很符合人体工程学，平时休息的时候去户外玩，无论是跑跳晃动都非常舒适。哦对了，还有另外一款轻薄羽绒服我也入了，在这里，我直接给你们穿上试一下吧，等我一下哦。这件羽绒服呢叫艺术航缝羽绒服，我比较喜欢它上面的菱形格的设计，这个真的是今年大热的时尚元素，而且这种升级真的很实用，这样每个地方的羽绒量都会比较均匀，这不妥妥的潇洒出街嘛。而且不得不说它真的超级亲肤，而且非常轻，这次全新升级的面料和羽绒品质真的太绝了。潇潇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来啦。其实呢我是波司登的老粉了，这几年他们一直在突破和创新，这次对轻薄羽绒服的重新定义真的好看时尚又轻暖，波司登不愧是全球领先的羽绒服专家，品质和设计都很 OK。 好了，我要走了，这期的 mini vlog 就先到这里了，拜拜。